我做一杯给浩哥喝看看吗？好啊，算了，不要。啊！我们挤了半天，有没有漏斗还是什么？看哦，各位朋友来这里哦。哎，鬼，你有漏斗吗？啊，你马铃薯看一下哎。不要啊，不要再数一下了。好，等一下。你看一下手度，我刚刚帮你剪一剪，可以。哎，这个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们在弄什么啊？马铃薯。马铃薯，你在隔壁弄马铃薯？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我在这边。哇，你很抢手呢，抢手呢。这边那边转，才要转台过来，等下抢手货了。阿威，这个水还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这个你帮，你是，谢谢你。这边那边有点，对对对，谢谢。破路了，小心烫哦，很烫哦。你要碰出来了，要控哪里给你放？哎呦，看来蛮好的哦。出来了，泡芙，你今天很棒。泡芙，你赞赞赞。他应该觉得你是很情绪化的主人，不是因为我要一直跟他沟通，我刚刚干嘛？为什么尖叫？泡芙成功了。哦，阿布啊，我帮你煮好这个了，你拿过去，等它冷却之后，它就结成那个洞，石花洞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涛哥，你帮我试一下。哎呦，一个，他刚是被烫到。可以哈，你说可以，可以哈。胖哥，哎呦，看看，同样我是专业的，不好吃就打破。因为最近地毯比较不好清，可以在外面。对我来讲，酸了一滴滴，但味道还可以吗？嗯。清爽。哎，可是我第二口就没那么酸。就不会了，那个我再给它拌久一点就好。对，我第二口就没那么酸。那杯给你，我没有还你。我做一杯给浩哥喝看看吗？好啊，算了，不要，他意见很多。可以这样直接放弃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你错给他了，错给他了，把他不好的吗？对啊，浩哥看到有黑黑的，他又骂我，好难伺候。对啊，他说阿威你这个，浩哥来，你的 Mojito 来了，嗯，喝看，好喝吗？好喝，但是那个薄荷可以再多一点，哦，因为没有怕不够，没有薄荷味，怕不够，哦，先弄少一点，给他弄多一点，可以哈？对啊，可以啊，这杯给你。我刚刚有点紧张，浩哥夸奖你耶，因为我没想说他在骂我，就说最后一次，你这是最后一次喝了，再也不会跟你讲话，再也不会做给你，好幼稚，好幼稚。